mère a dit de profiter du moment. Profiter du moment. Rosa Dangia.你不觉得在电影里面比人生好玩很多吗？一个孤独，是不是Birdy是一部电影的名字？这像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很正常，一个疯疯的。那以后你拍电影。 We can talk it so good. We can make it so divine. We can talk it good. How you wish it would be all the time. Just因为你根本没有像我这样爱过一个人，所以你根本不会懂。上帝他不是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吗？ 我一直用力敲门，你难道都没有听见吗？反正同性恋不是都该下地狱吗？天或许就比较多人懂我啊！你让我好过一点，你帮我下地狱吗？This dream isn't feeling sweet. 王八蛋，走开呀！你什么时候理过我？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理过我？大家在干嘛？ 走开呀！我喜欢的不是这个名字，我喜欢的是这家。看书里有句话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烦我了？如果你给我的跟你给别人的是一样，那我就不要了。 我敢说，我喜欢谁？你敢不敢？早知道没有这个世界是最无聊的。我突然我想起别人。 都跟史诗电影一样伟大，你不觉得吗？